比赛呢正式的拉开帷幕，这的比赛的这个热身时间呢有一点点小间隔，没错啊，这边应该相对呢还更多的是从陈培东这一点打起，突破分球，外围有了，想避避大韩的疯狂，还是选择直接用一个类似抛投的这种方式，梅奥来了，好球，郭艾伦。依靠个人能力，这段时间郭艾伦的状态是非常的不错。郭艾伦先去取分吧。对，个人能力。来了，这是商队的配合。郭艾伦这次右侧自己擅长的方式。这球断得漂亮。哈里斯这球啊，还是完全猜到了。危险。要不是赵继伟这个球感，赵继伟自己一通操作，漂亮。哈里斯单挑，对，高田推快攻三线，陈培东利用这个球在掩护过程当中，其实这种快攻了，那不妨就稳下来。哎，什么呀？不着上篮。哎呦，这种球哈里斯还真有可能有，就是啊，收得很快，所以基本上是防守的一个阵地。这种模式条件下，他们反而。好，这个机会，中人又一个二加一，这是非常小的一个阵容，但是还能够拿到这个篮板球啊，厉害，终于有了。再来看看郭艾伦，快攻又来了，有了，慢三步，防守现在有一点点乱，就始终是跟着梁队的节奏走，跟不上，数字呢显得有点突出。这边突破分球之后，外围有机会了。哈里斯这打辽宁很坚决呀、啊。今天在偏四号位的这个位置上，这大家有点懵了，这会儿是，哎呦，麦尼哈里斯再盖没有，哎呦，终于得分了，切断联系，哎呦，赵继伟关键三分，再看，哇，张队真的是士气打出来了，控制梁队进攻，尤其阵地进攻的方法，这次就没控制到，你看这是。关伦还是寻找正面的机会，这个球还是传球的，这就是还是二三联盟。哈里斯这球运气，哈里斯要投半截篮，也比较着急，尤其是在落防，刘志轩的机会出现了，打得慢一些。刘毅这又还有空当提脚，这次换成了超过两位数了。吴昌泽打得太慢了，四秒，郭艾伦造犯规，哦，这次没给，是坚持用刘毅，郭艾伦，哦呦，这球得超高弧线，大韩这球很难，连续拿，哈里斯趟出空间给陈培东，这招已经是好几回了，郭艾伦。这样梁队的机会给到梅奥，梅奥三分的机会全部闪开，打进，三分投中。那这个时间在北京时间是1987年的这个还是从哈里斯这儿打起，再给回来，好球，二加一，就是轮转的这个深度啊今天不是很深，单打高诗岩，关键一攻了啊！高诗岩顶着韩德君三分命中，最终山东西王依靠。